勾财天女为什么那么有力量？因为他在天上，在天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活菩萨之下，由佛化身的最有力量的就是勾财天女。我讲过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行树是由他华严净土那里，七宝行树由华严净土那里勾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勾财天女。另外啊，这个甘露王菩萨，甘露王菩萨那他的净土所有的甘露也被勾财天女勾来，就是玛哈双莲池，玛哈双莲池就是八功德水，八功德水也是勾财天女勾来的，从甘露王菩萨那里勾来的，整个八功德水全部都是甘露。另外他从刀立天那里勾来帝王明珠，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帝王明珠，全部是帝王明珠。另外还有黄金铺地，所谓的黄金呢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的，以黄金铺地的，整个地全部都是黄金。